是不是你们这个健身房里面最漂亮的一个教练？当然。那你那里的 view 一流。来啊！来啊！哇！哦，你发了球，发了这种声音下来。哎呦，有力起来了。大家好，哎你好，你好，你以前就是学健身的是吧？对，哦，对我一直都是学健身的，学健身，然后就在教课，人家买课程要跟他买课程嘛，还问说有没有附赠饭局，就是因为我开始变比较红之后，然后就会有很多开始，很少自己这样讲，对，比较少人这样直接自己讲，对，通常都是别人在这样讲，很可爱，对，不好意思，红啊，要排他的课，听说要排到明年了，那还不红吗？对不对？明年才上得到他的课，是吗？结果呢？然后就是很多人会说，哦，那可不可以买你的课，然后吃饭啊，看电影啊，或是其他的，嗯，买越多是不是就有越多附加的？哇，怪，不行的，哎，而且健身教练一对一因为很常要辅，就是辅助要帮忙推，体会有接触到，有时候要推屁股啊或怎么样，对，推最后一下。最后一下要推，要推。那你会遇到一些怪怪的学生吗？就是你可能一开始知道很怪，那你可能就不要接触了。还有同行也会抹黑你，对，怎么样抹黑你？就是把你照片涂黑啊？不是那种，那个太字面上了，太幼稚了，我黑了，脏脏的，他不是台湾的，泰国的啦，坏蛋。对，就是说可能会挖洞给我跳，然后再去跟可能老板啊或主管告状，说我讲他们什么坏话。OK。然后之前还甚至因为有些会员会送教练礼物嘛，就是逢年过节，然后他们甚至就是把我的礼物丢到垃圾桶。哈，是啊。这么幼稚，对，这有一点哦。那没办法啦，人红招忌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看你们那个健身房里面，其他都丑不拉几的，根本没有人要上他们的课。哎，不要攻击其他教练。我们帮忙一次，全部把他得罪。他已经够难生存了。你是不是你们这个健身房里面最漂亮的一个教练？当然。比较红一点得罪光了吧？对，女人这么被丢掉也真的是好了，有自信也是个好办法了，抽一个来。哎，好，小心。朋友在派对上介绍男性爱慕者给你，爱慕者一直借机靠近你，吃你豆腐，请问你要如何应对？我们征求一名爱慕者。应该就是东东了吧？先举手的先来。先举手，不是说你先举先赢哦。哎，不是，我说先是你要有那个 timing 啊。好了，就举了，那就我了。可以来啦，好，不要，我们介绍嘛。不要，介绍你。我们四个，我们四个。好，加手部，然后加一个，好吧？来，白帽，白帽子。哎呦，我叫做白哟，加入观众。哎呦，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被淘汰就先离开。剪刀石头布。不好意思，咔嚓咔嚓。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的。螃蟹舞有作用哦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我总算洗刷这个，来，两位预备，来，借机靠近 ，Action！ 这个派对，这个派对好静态，对，好静态的，没有音乐啊。哦，有。啊，你要讲话，直接打他，敲了呀，直接打，再来就敲了呀。我是教练哎，哦，而且他刚刚拳就对他的脸呢，陈教练对他的脸，我不敢直接认真打拳呢。哦，他的做法是直接打，才艺人。哦，这个一定要教来宾筋膜放松。哎，这个很重要。哦，OK， 那就凯浩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刚刚有点太快了。
抗原太快。哦，对，因为你立刻就被来被擒了。来，还是要放松一下，放松。哦，对。要躺是不是？哦 ，That's good。要躺躺哦，我要做什么动作？还好躺躺，躺平，然后脸朝上。哦，躺平，脸朝上，躺平。哦，这个是。哇，这样就 OK 了。凯浩，你那里的 view 一流。凯浩，哇 ，OK 的。各位，这画面是很舒服的，大家不要乱想哦，好吧？这在二十四孝里面就有。卖身葬父。你们开始。就是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颈部的放松，哎，需要了，就是哎，什么筋膜？就是做一个颈部的放松，所以不用媒体联访吧，你们两位。张天，我们这里人丑够。现在就是平常都用太多手机，然后或是那个可能工作太累什么，所以肩颈这边就会很僵硬。是。好，我们试着放松一下。筋膜，这样子会不会痛？蛮舒服的。OK， 有 OK， 可以再力道再大一点，舒服吗？哦，再下面一点，需要下面一点，还指定啊？这不是服务，他在调位置，需要加强。所以他这个算紧吗？把你的头看那个右边，哇，对，再拉过去一点，然后就揪你一下，这样更痛了。对，这样更痛。好，哎，凯浩，你耳朵都红嘞。真的有点，你是害羞还是痛？没有，我是暗爽，舒服。不行，转过去。对不起。你发了什么？发了这种声音是？来，哎呦，有立起来了，立起来。你现在感觉看看有没有好一点？你左右动一下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松了。有，左边变很松，归拢上体。我自己会想要是一。一吗？对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会这种尝到甜头，会帮这种体态美，然后还有一方面又可以帮男生舒压，就是放松他的身体的，真的会很有吸引力，真的。而且他很有自信，他一出来就说他很红，然后又说他很漂亮，健身房里面最美的。对 ，OK， 我觉得很有自信啊，很有自信。好，一就先做一吧，来呀，好吧，来。第一个呢，会先做一个深蹲，对不对？做一个深蹲，你先同我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之后手向上，脚要走跳。哦，这样，立动那个脚要两脚要那个脚尖要朝前，朝前来，哎 ，OK， 来跳。哎呦，哎 ，OK， 好练。哇，预备，可能不行啊，可以后置，一二三四，快一点，来，哪有那么虚啊？这好累啊，预备，请开始。OK， 来十个，一。脚跳高一点，跳高一点。OK，Nice。Good job,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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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od job, 很棒啊！你棒，我没想到你能做完十。我也吓到。你会不会热？我不是热，我是想睡了。OK。缺氧，缺氧。Level 2，来 Level 2。OK，Level 2，快点。OK，check it out， 大微微。波比跳已经听过，对不对？波比，波比。不要闹了。好，我先示范我的动作。OK， 我先传一下，你继续小心哦。好。Okay. 好，你太喘了。跳。回去。不OK。大威威，你可以的，立冬你行的，你要挑战自己，可以的。对，然后变成俯卧撑的姿势。哎，这样，然后再起来，再回来，然后再跳。加油！不用拍，再来。哎。对，继续。昆仑派的蛤蟆功吗？想不到是昆仑派的蛤蟆功。哇！对啊，有用，流汗了。Oh my god！ 你瘦了。哇，我真的，你目前没帅，真的尬都出来了。可以。先聊。来来，再做。Oh my god！ 再，虚王哎。不是，每次跳起来拍手，那是小学生的事情。对，你不要拍手。我跟你讲，是他有在练。好，他一定可以。他摸，他一定。对，波比跳的大哥，波比。波里，我当然可以啊。那可以啊。无聊。加快。
Yes, that's one. 好，还有多久？再加一个，再加一个。教练会喊对不对？再一组，再一组。啊，可以啊。你是不是练健身都没有在练腿，对不对？有啊。那怎么？